只要顾好前列腺，腰好，肾好，功夫好，生活质量无界限。腰好，肾好，功夫好，是中国男性保健品行业流传甚广的一句经典广告语。但是，作为男人，除了要靠腰力表现，也别忘了前列腺也是需要照顾的生殖器官之一。这句广告语从传统中医的角度灵活地运用排比和暗喻，将男性的性功能暗喻为功夫的修辞手法，将腰的外在表现和肾的健康状况以及男性的性功能水平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使大家既容易理解又容易记忆。但经典归经典，专家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句广告语的合理性还是有待商榷的。传统中医认为，一，肾为作强之官；二，腰者肾之府；三，肾为先天之本，五脏六腑之根；四，肾藏精，主生殖；五，肾与膀胱相表里，开窍于二阴，主思二便。现代医学通过对前列腺的研究后发现，一，前列腺与男性性功能密切相关；二，腰部酸痛是前列腺疾病早期最常见的症状；三，前列腺的分泌功能能够对全身起到影响；四，精囊是储藏精液的仓库，前列腺是精囊的闸门，前列腺液是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精液的液化和精子的活力，从而影响生殖功能。五，前列腺控制排尿功能，部分前列腺疾病患者会出现肛门坠胀、大便失禁。从传统中医对肾的认识和现代医学对前列腺的研究可以看出，传统中医所说的肾在功能上都能从现代医学对前列腺的研究中对号入座，找到相应的匹配位置。因此专家认为，中医所说的肾在功能上指的就是前列腺，所以将这句广告语调整为腰好、腺好、功夫好，可能更为合适一些。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但是却不一定会身体力行，不要等到老年才保养，中壮年人更该注意保养前列腺，才是远离疾病不二法门。研究指出，有前列腺肥大问题的男性可以每天服用较高剂量的番茄红素，来预防前列腺恶化变异的概率。同时，番茄红素对于排尿困难也有帮助。还有一种名为聚棕榈的草本植物，德国人最早发现它的萃取物对预防与改善前列腺肥大有功效。 The Beauty Nation 出品的 Vitrumen 前列强一与 Vitrumen 番茄红素保养鱼都是有助于维护男性前列腺健康。 Vitrumen 威特蒙前列强一与威特蒙番茄红素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询问电话：6562-5526，6562-5526。